我黑音啊，没有知道。马来西亚的 K 现在越多了。Class, morning. Now we'll begin our lesson. 哎，现在这样都不知道几时才能回家了。全部人都开开心心过年，我又不能回去。Hey class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 you.
最近你要就一直回来啊，六点啊，六点，我们两个等到现在嘛。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？就我们边上课啊，边上课啊，然后我轻松一下啊，轻松一下，轻松到六点凌晨，要管什么事？你不要我们管是吗？要管就出去，走就走啊。早上来见的时候，他好像一头翻身在那边玩电话。那，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们讲 ？MSA is a big family。没有啦，只是有一点累吧。确定吗？你是想家？一点点哦。哎呀，大家都想家了，不用急，你还有我们吗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对 ，MSA is a home away from home。好了，大家都饿了。去吃饭吧。什么话是你买的？谢谢你们。很好。Everything is good. 我的口味是很好。为什么看着他们会想一家？我想家了，真的想你们了。想家。等一下，后面一点。
我们想要练习祝福你福寿全恭喜恭喜乐无边